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齐天大圣升华式关卡啊。这个怎么会打不能的鬼斗士？基本上我是蛮好奇的，应该是打个蜘蛛精啊、狐狸精啊，对不对？还是什么琵琶精啊，对不对？哦之类的啦。怎么会打这个不能的鬼斗士？我就觉得蛮奇怪的。哦，不过无所谓啦哈，反正我们重点是要能够升华成功就好了。打什么鬼基本上无所谓。我们的防御力非常高哈。哦啊，前面就是除息地哈，就是除息地。因为后面有那个巫师减伤哦，所以基本上建议各位是。把两只大圣吸力都除起来哦。一次嘛，好，第二次还有五回合。哦，边除边绿刚刚好。边绿哈，不是直接把它干掉哈，你可能听错了我的意思哈。哦，防御力可以看到非常高，还有两回合，所以这边我还是做绿珠好不好？然后一下骷髅就出现了哈。啊，为了确保下一关我们能够顺利的进行哈，所以这边我做一个这个稍微的做叠珠的动作哈，因为我怕打不死了哈，就这样，没有为什么。差不多了哈，送他上西天好不好？当然他不是要去西天取经的哈，我只是说把他 KO 掉的意思这样。哎，啊，防御力基本上是出于我意料的，有点点点点的高哈，点点点点的高。好，我们这边有做了叠珠了哈，所以基本上是比较妥当一点哈。再破防一次，我就在我做这个那个买保险的动作，哇！哎 ，K K K O， 其实也不难哈。大圣升华式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